爸爸还被人家当做诈骗集团，他直接杀到台南我们总公司去按电铃。Hello， 我是诸葛亮吼，啊，我看恁嘿头家就是个，啊，我去看你讲一下代志。然后我们老板就说啊，好哎卖差别啊，哎骗人哎卖差别哎。爸爸又按第二次电铃，又按了第三次电铃，按第三次。Simon 哥呢吓到，马上电梯坐下去解甲。